大家好，我是梓潼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徐兴荣。咱们梓潼啊，西北以剑门天险，西南铺天府锦绣，是金牛古蜀道的璀璨明珠，也是文昌发祥地，中国两弹城。千百年来了，这里上演了武丁开山、相如读书、三国争雄等历史故事，七曲山大庙、卧龙山摩崖造像、李义渠等这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诠释着千年古县的厚重文化底蕴。梓潼境内的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旧址，王淦昌、邓稼先、俞敏等老一辈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，为了让两弹一星精神发扬光大，我们创作了歌曲《星空之上》。这首歌呢，情真意切，铿锵有力，讴歌了爱国奉献的英雄群体，传递出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。让我们一起探秘两弹征集，追寻强国历史，歌唱红色经典，传承红色精神。